Please. Are you old Driscoll's? 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啊，荒野大镖客啊。这旁边啊，这旁边是人是吧？这帮人是干嘛的啊？耍钱的是吧？我个人比较讨厌耍钱什么的啊。我现在欠了120块钱的赏金。好、哦，咱们来到这个地方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来找一个欠我们钱的人啊。这上哪儿找去 ？OK，Hello，、okay, 询问。Hey there, partner. Don't worry, I'm just playing. 您最近的作为暂时无法进入啊。那我咋整啊？我得交120块钱的赏金。完了，我任务不让我接了。你这啥玩意儿？我这两天有点坏了是吧？我看看啊。哎呀，我现在是坏人呐！赏金120块钱，我上哪给你搞120块钱去啊？这我不废了吗？小伙伴们，我这咋整啊？得交了这个赏金才可以啊！我只能去这个去这邮局这儿了。走，那咱们上邮局那看一下吧啊！他不让我去呀、啊！我没有120块钱呢，这咋整啊 ？Hello， 打个招呼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现在声名狼藉呀、啊！我看我能不能搞点什么。Hello Hello， 那我先回去啊。邮寄信件啊。就这个发现恐龙骨的地方。OK， 去黑市卖东西吧。火车票，我欠120块钱，我干啥了？瓦伦丁，那我去瓦伦丁啊。我看看啊，去哪儿比较好一点？去我看一下啊，这附近哪有镇子没有啊？这有个马厩。马厩也没有用啊，哎呀，那我去瓦伦丁吧，我也不认识别的地方。OK， 那我就去瓦伦丁，2块钱，行，送我走吧。小伙伴说罗兹有黑市，瓦伦丁没有。哎呀，瓦伦丁没有是吧？你看我造的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呢，先把身上的东西卖一卖啊。瓦伦丁那边是不是也有收东西的？先去那个肉铺吧，要不然。OK， 到地方了吗？坐了个火车啊，瓦伦丁。小伙伴们让我到黑市去把那个东西卖了，也行是吧？我现在钱太少了，黑市可以。我等会儿啊，哦这样啊、下来，然后呢把我的马叫上。我应该走是不是啊？去罗兹镇说的。那我 Where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 are？ 是啊是啊，小伙伴让我去罗兹镇，那我上罗兹镇看看吧。Just a moment, please. 我身上有金条啊，我把金条卖了，看看能不能把那个赎金给交了啊。You just left. 火车去不了啊。So、that train 我连去那哪儿的钱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我的个妈！我现在声名狼藉还，我真是服了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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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俩先去卖点那个什么吧，卖点那个，什么皮革什么之类的啊、看看能不能倒点钱出来。我记得是这边吧，要不去抓个逃犯去啊？给他按住，咋的了？我该不该管？哎，这人我帮你这走了，你这我这好心人当的，这个憋气呀、啊！他们是我们敌对帮派的人啊！哎，你这帽子挺好看的。拿下，给帽子再打个眼儿出来。行，不能存放，来翻吧。我这马都成斑马了，我的宝。走走走啊，这是吧？卖肉的，我看看能不能卖点。哎呦，我去，卖点肉啊，卖点皮革呀、啊、啥的啊。出售，来都卖了吧。全给你。你这还卖肉啥的啊？
哦，行行行，27块钱啊，行，火车票是够了啊。哎，我的妈呀，我这个命啊！走吧，问候一声 ，Hello。这个打招呼是有好处的啊，容易你的声誉能好一点。你看是不是长荣誉值呢？要不然你就彻底变成大坏蛋了。哎，我的个妈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哎，我的妈呀，这丑都可怜都。来吃点好吃的，跟着我遭老罪了。来吧，刷个毛吧，我让你们看看我的马到底啥样啊！你看我的马原来是这样啊！走走走走，去罗织镇是吧？走走，来吧，我这回我可以买了，我把那金条卖了。罗织镇是吧？小伙伴们说罗织镇吗？走啊，让我走啊！哎，卡了吗？啊，好了好了。我叫亚瑟·摩根啊，在达奇帮派呢待了20年啊。现在这个帮派呢有很多不安定因素啊，这个抢劫了，然后呢钱也没到我们手，然后这个老大说话含糊不清啊，就达奇是吧，也是我的师傅，也是我的怎么说呢，老大是吧，是这个达奇教会了我所有的啊这个一身本领吧啊，现在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，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，我帮帮这个是吧，帮派里边的人呢、啊、什么催个债啦，帮个忙啦，现在我就这么瞎溜达呢啊，这不小心整了个120块钱的赏金啊，我被通缉了，我得赶快把这个钱搞出来。黑市在哪呢，咱们看一下啊、哦、这个是吧，罗织镇黑市，行，我的小马来看看，我攒了不少东西啊，我看看能不能卖点钱，我身上还有一根金条，不两根金条，你小马呢，快来，阿拉伯大白马是吧， OK， 走啦，这个马就这么一匹啊，不能给玩死了啊，什么摔死了啥的，没救活的话就废了，就再也没有了，这个坑里边啊，走，我其实还得给他弄一个鞍，其实嘟囔啥呢，搁那儿OK， 我先不管他啊，我先把我的那个手里值钱的全给他卖了。OK， 有很多随机触发的事件啊 ，Hello 啊，卖他，哦，全卖了吧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啊，金条两根，我看我能凑上多少钱啊？我去，我干1000多啊！行吧，那咱们先把那个什么给卖了吧，先把那两根金条值钱是吧 ？Hello。OK， 打声招呼啊，我身上有雷管没？雷管有啊，雷管有。那咱们先把这个赎金先给交了啊，然后呢，游荡游荡，啊，这。OK， 然后咱们把赎金交了啊，因为啊，有好多的地方都不让我去了，说你最近的行为是吧，太出格了，所以呢，啥也不让你干。所以呢我现在得赶快啊，把什么该交一交了，保证金是吧，叫赏金是吧，120块钱，真黑呀、啊、这说白了什么，不要那个什么轻易的这个惹事儿啊，来打声招呼 Hello OK OK， 那咱们瞅一眼啊，咱们现在下一步干嘛呢，搁这儿呢，然后咱们得去，咱们的任务在哪儿呢，悬赏海报，我不要这个，这个最后一个咱们要催钱的地方啊，还挺远，那也去吧，当趟一下路了啊，是吧，好多地方都是这个看不清的是吧，你看这地图上是吧，像这个地方都一片雾， OK， 咱们一边走一边打点猎啊，来小马啊，我们走了， OK， 枪啊什么的啊都现在是都挺好的是吧，有那个远程的枪，也有近战的枪，这个回焰呢玩这个时候有个奇遇啊，小伙伴们，什么奇遇呢，看到这把枪没，这不是我买的，用旧的斯科菲尔德左轮手枪啊，这个是我抢的，这个是怎么，我在一个野外溜达的时候看着有个帐篷，我一靠近呢、啊、那个人帐篷里边人出来跟我说话，然后呢他被他自己的萤火给烧死了，然后我就去翻包去，发现他的枪掉地下了啊，因为他自己烧死的嘛，然后他的枪就归我了，这把枪是这么来的啊，这旁边有个房子，咱们能翻一翻不，
陈玉女的吧，咱就溜达啊，别像完成任务似的，是吧？那么玩特别没有意思。有什么好东西没有？我拿一拿。下来下来下来，枪收起来，做个文明的人是吧？你躲开点，我看这屋能进去不？有的是能进去的啊，有的进不去。哎呦我去的！哎呀，咋整的？咱们可以破一下案啊？怎么回事？气味掩盖剂在我柜子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让人卡烂了，这人啊，关上吧。你无法携带更多的东西。我卡了一个东部传输背包啊，小伙伴们。可是这背包只有这个样子。正常应该是那个什么啊，99个物品是吧？这个还是这个偷奸耍滑的还是不行啊，是吧 ？OK， 来吧，拿吧，罐头。那我也不能都吃了，那个什么里边的水果罐头，那我都吃了，吃我也吃不完呢，太多了。桃子罐头，喝吧。这个游戏系统里边还有这个肥胖和那个肥胖啊瘦啊是吧？有那个系统啊，你要吃的太多，你就会变胖胖的啊，大概这个意思吧。喝吧，吃吃吃！哎呀，我的妈，太狠了吧！拿不起来啊，拿不起来的话，哎呀，有个卡片啊，飞刀检查香烟卡，拿一个吧。OK， 翻转，这写的什么呀？啊，文艺群星卡，这应该是什么文艺明星之类的是吧？飞刀有一个，拿取珠宝，拿吧。谁呀，这么狠呢？我去的！黄金吊坠啊，还有啥没？这儿没有东西了吗？我分析一下啊，这个凶手是从这儿进来的，走到这儿把他干死了，然后再把他干死了。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好，有瓶酒啊，磨磨唧唧的走来走去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他在找什么东西？好像还有什么东西，我可以拿一下没？哎，有一个啊，这儿是吧？小茶几，哎，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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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也没有吗？巧克力棒，这破凳子，哎呦我的妈！哇，犯罪现场呀，钱夹咋的了？阅读，哎，我是卡了吗？哎，我的妈！